冇错啦，喺呢个时候咧，我哋同大家揭晓翻啊上集啊嗰、那个贺年送鸠猴嘅有奖问答游戏嘅答案先。咁、那个问题就系问啊，狼队对曼联嘅赛事入面，边位狼队球员为球队射入奠定性嘅一球啊，而全取三分咧？答案就系坚尼米拿嘅。冇錯啦，咁啊，熒光幕呢三位朋友郭少強啦、羅鳳群以及咧黃偉成咧，係呢三位嘅觀眾啦，係恭喜曬你哋啦！你哋可以得到咧就係六福珠寶金行送出嘅進寶足金膠盒，價值咧就係1100蚊嘅。咁啊，我哋亦都有專人通知你領獎噶啦。好啦，轉頭翻嚟，我哋有另外精彩嘅賽事送上。